路上已经可以免费看到那么性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写真集？可以随时。以为会有漏点吧？忘记了。以为会有漏点，我路上看不到的。网络上有时候隔着一个荧幕，感觉比较差。你想要拿着有手要摸到触感，有书的感觉，画面摸到会有折成立体的。他说液晶的画面手指碰触就会晕开，所以他每次只要情不自禁一碰啊，那个就晕开了。哦，虚拟世界，虚拟的，隔着一道无法穿越的墙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所以熊猫，你是很迷肉体是不是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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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哎。请出来吧，就是值得的东西就是值得啊。所以你本身也喜欢 Angel 这一型的吗？他脸是僵的吗？所以你常常上 Angel 的网址去看吗？没有，其实没有上过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今天第一次看到吗？嗯。什么样的内容你一定会停下来看，仔细看？其实我就是自己 PO 自己的，然后别人的我都不太看。啊，只顾自己的吗？所以你今天来这边之前，在场的这些网络界的名人，你都不认吗？女王跟史丹利比较少。哦，哎，我嘞？他连 Angel 都不看，他怎么看你啊？你知道陈毅是谁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对啊。他是以什么闻名？以帅气闻名，唱歌。OK， 现实上。他拿手的乐器是什么？吉他吧。哇，那请问女王对你来讲那个魅力是？魅力是，其实之前我也不晓得，是之前一起上那个大学生的美啊。哦，对啊，然后就变比较要好这样子。现在有在网络上面互相联络吗？有啊，他会来咨询我感情问题。这他问什么？不要讲。哦，他说我不要讲。讲个类型啊，不要讲详细的内容，就哪一类的问题。就是有一个朋友啊留言给我，就是他可能有喜欢一个女生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之类的吧。结果你怎么教他？我没有回他，说实在的。你为什么不回他？没有，因为我就留言太多回不完，然后我想说啊，他应该只是随便问问吧，所以我也没有很当真这样。所以你是真的想问，还是说你只是假借问问题想追女王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时候想问的，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想问。解决了是不是？也没有解决啊，没有解决就算了，对啊。不过呢，女王最近上了一个排行榜。是没有你在前三名，我很讶异的排行榜。我对那排行榜很不爽哎，怎么会有那么没有公信力的？你们自己评评理，你们自己评评理。好，该排行榜应该是叫做快乐女人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快乐女人的定义很简单，应该就是这个人日子过得很好，很幸福的女生嘛。呈现出来就是幸福洋溢、快乐爽朗等等之类的。然后你对前三名的哪一名不爽？吴淡如看起来愁眉苦脸呢。哇！吴淡如是第一名哦，所以从第一名开始不爽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名是蔡诗萍的太太林书伟，她老公不是？什么？就说她应该是过着双重生活，又要出来说我老公多好，然后其实回到家老公不碰她。人家刚好漏掉你，你有这么火吗？很火。她是完全漏掉你，还是说你排到比方说第27名这一类？没有，里面没有。没有你。你们自己说觉得令人生气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第一名是吴淡如，快乐女人的第一名，第二名是林书伟，第三名是女王。他们结果出来才告诉我的，所以我没有自己去。你的意思说你没有去控制？我没有去，他没有去叫人家去投票。对对啊，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第三名？没有啦。所以你觉得前两名是值得就是当前两名的吗？没有，他们可能比较资深吧。放了两件，你这个厉害，你这个厉害。所以刚才徐熙娣在这边不爽，你有觉得你想要把很惭愧的把位置让给他吗？哦，没有啊，因为他的那个名单本来可以选的人就很少了。哦，你连候选名单都没有挤进去啊！你跟我说个什么劲啊？这个阴沉鬼给我住嘴！那女王的书真的帮助了很多人得到快乐。你也知道他写什么？我也知道，因为我妈妈有在看。啊，真的。
真的？对对对，你妈妈也看女王的书？你妈妈感情是有问题是？没有，可能就看一看吧。女王的书书名是教导，就是我的书是我是女王，然后一个是好女孩不懂的事，一个是坏男人教我的事。你的书名这么直接，一个叫我是女王，一个叫我是女王二。没错，非常没有创意。你这是名片吧？对啊，给你们，谢谢。所以里面的故事是，就是写一些爱情男女，然后蛮多女生喜欢看的。OK， 牵手比做爱重要。骑车的时候，他会空出他的左手捉住我的左手，伸出他的右手握着我的左手。我喜欢男人的手掌厚实的掌心，感受他的力量。到了冬天，男人的手是我的暖炉，不管有多冷，我都可以向他取暖。男人手心的温度总是暖得刚刚好，你可以习惯他的温度。别的男人就算体温一样，你还是只习惯那一种他的温度。你没有说明为什么比做爱好啊？那个是前半段，后面还有2000个字。对，有的人先做爱了才牵手，有的人接吻了才牵手，最后真的能够相爱的，顺序当然就不是重点。可是愿意在私下跟你做爱的人很多，却不愿意在公开的地方跟你牵手。对，这句话。所以很多人跟你私下做爱，可是公开不跟你牵手。不是，或是探讨社会的乱象，或者是说，如果今天一个男生他的手真的很暖，可是他做爱真的差的话，可是你因为他手就觉得不冷了，就好暖哦，你知道手脚不冰冷，那他就专门给大家牵手，没有人要跟他做爱，所以这也是不行吗？我觉得维维夫人如果收到你这种读者的来信，会很爱好美食、好酒、自助旅行，讨厌没有大脑的女人，还有不爱比我笨的男人。所以你常常碰到比你笨的男人吗？对啊。什么样的那个对谈就会让你觉得他笨到不行？没有，有些男生他可能就是很重视外表，他可能就是。所以熊宝写问题给你的时候，你一看就说笨问题，他就删掉。没有啊，这样就害怕了。你是像电视就宅男，太害怕，赶快回家躲起来。面对人群会压力很大。所以是怎么样？就是怎么样叫做比你笨的男人？没有，有些男生他可能就很喜欢把妹，然后很喜欢把自己弄得很帅，他觉得说他好像很会讲笑话，或是很好看，女生就喜欢他。可是我觉得相处久之后，你就是跟他聊天没有内容，或是他只会讲一些油腔滑调的话，可是你会觉得他很不真诚，这种男生你就不喜欢。对，你可能他只是可能故意在你面前耍聪明而已。可是我觉得女生久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料在哪。所以徐熙娣的问题肯定会回到，就是如果他很聪明，可是他不会做爱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为什么人生都二选一啊？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所以你有遇过那么完美的男生吗？没有，手暖聪明，然后能力很强。没有，所以人生总是你知道不有一好没两好，没错。所以现在是红的程度，走在路上大家都会认识你。有会被认出来，出国也会被认出来，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网络女王当中，那个幼玲真的很有趣。她这一行是埃及路线吗？应该是夜店路线吧。OK， 幼玲的成名作是照片吗？照片。什么样的照片？就比较大胆一点。哎呦！哇！这是你哦，这是16岁的时候，这是16岁的时候，哇，16岁。陈毅，你要选一，如果要选一张，是这一张还是刚才 Angel 那一张？这张好了，这张啊，这张真的吗？好，这张真的很讨厌，这张很厉害。所以每那个猫咪那个都是你自己加工的吗？我自己画的，我用小画家画。所以你有拍各种动物的吗？各种动物是没有，就是在西门町街头这样。西门町街头，这所以 Angel 是你的敌人呢？为什么？不是吗？为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抢到类似的族群？